甜度、酸度和这主料一搅拌啊，这味儿啊非常棒。朋友们大家好，马上啊就六一儿童节了，给这个小朋友们做个儿童菜啊，今天准备了做个糖醋鸡尾虾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我这个呢说叫鸡尾虾，应该叫凤尾虾干，这么叫啊效果就最好了，命名命的对啊。这个呢就是把大虾去掉虾线，下锅煮，煮完以后呢去掉这个虾头、虾鞘、留尾啊，留尾叫凤尾虾。然后呢我们把它喂下口，把姜呢切成薄片，有个五片六片的就行，加入盐一克，黄酒，黄酒和姜呢就是除异味增美味，也就是说除一下腥味，拌均啊，别让盐呢都在一块啊，拌不开吃容易咸。现在呢这个就腌味上，大致呢是十分钟就可以。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下盘式，用这个香梨啊，这个蓝莓，咱们做这个叫刺猬，把这花心朝上奔T这面出来啊，再穿上俩啊，奔着花心中间穿过去，这样穿过去那面露出去一公分半哎就行了。然后呢我们干个这个活，这是嘴儿，这个地方是眼睛，这个地方是身子。首先呢我们把这香梨三分之一处去掉，是这样啊，不打滚了啊。你要是这面是底儿，它这不乱晃啊，你要这样它就不晃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叫什么呢，做的是眼睛，眼睛嘴儿，嘴儿。现在呢把这个刺猬身子啊确定了，太深了啊，这样就行。因为呢小朋友们玩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边吃边玩，这个也吃啊。啊，这块这样。来朋友们看啊，咱们调个汁儿，大红泽树半两，30克，加上草莓酱啊，这样的草莓酱一勺，两勺，三分之一瓶啊，再加入白糖半两，要想甜来点盐，你倒少蘸上那么一点也行，那不放还可以啊，就这些。哎，这个没有大红泽醋呢就是白醋，没有白醋呢还可以放那个米醋啊，千万别吃陈醋、熏醋啊，这些醋可别吃啊，吃完它不是味儿。在南方的朋友呢有酸梅酱啊，用酸梅酱调这个也非常好吃啊，加入一点淀粉，哎这样就行。这个汁儿呢叫糖醋果汁儿啊，然后这么搅动，多搅那么一小会儿，把这个果冻啊给它搅开。朋友们来看这面，这个调这个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姜片拿出去，喜欢吃这个虾肉嫩一点的，就是鲜虾，别高水煮。我高水煮的目的，让它呢有嚼劲儿，就是啊。这里呢还有点汁儿，倒出去。然后呢，朋友们看，加入干淀粉，拌一下，
再来点粉，让它使劲往顶上粘，直到不能粘糊了为止，糊不宜过厚啊。为什么要挂干粉糊？干粉糊呢，外面呢是脆的，里面呢是嫩的啊，不是很嫩，要有嚼劲那种嫩。然后你再看啊，这里头会有点干粉啊，有干粉。这样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啊往上打点水，少打。好，现在呢这个油温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下锅炸。看一下锅，哎，好了，炸至外面呢金黄色啊，现在呢可以捞出啊，可以捞出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现在还不算好啊，等待油温再上7成热到8成热，效果是最好。来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哎，7成热，这是不够8成，现在这颜色上来了，可以了。来朋友们看一下啊，皮不是很厚啊，不是很厚，来朋友们看，勺里加这些油，加入番茄酱，放凉，现在呢这油是下来了，把最好的糖醋汁下到锅里，多搅动一下。来朋友们看看这汁的色，能看出来吗？哎，非常粘稠，来看一下啊，挂勺上啥样，来看一下，哎，这样这就可以。下入主料，少来一点油，明油啊，花生油也行，普通油也可以啊，除了亮汤的就可以。这个菜就做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菜呀咱就做好了。这个菜呢，有的朋友会想到放不放蒜啊葱啊，这不要放啊，影响这个果味啊。然后呢咱们说啊，这个呵，放到这儿，这是这么样吃的。然后朋友们咱看看这个质感啊，这个质感呢外面不是脆的啊，就是挂一下这个糊，然后呢它这个糖啊能挂在主料上，这效果才好。看看琉璃状，非常亮。说它亮呢，也就是说它挂这些这汁儿甜度酸度和这主料一搅拌啊，这味儿啊非常棒啊。今天呢就谈到这里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，拜拜。